这一季出的强度你们都知道啊，尤其是大师局，基本上都是上赛季的万分传奇介绍来的，甚至还有一些是白榜。正常上分的玩家现在段位大概都是钻一到钻二，打得猛的可能已经上大师了。不过我觉得能上大师的已经非常牛逼了。但是我后边回咱俱乐部看了一下，结果有个哥们已经直接上战神了，甚至还是全国前20名，真的难以想象这哥们上分的时候到底经历了多少磨难。这也很好体现了咱们俱乐部陪玩的实力。除了这位兄弟，咱们俱乐部还有一位百万粉的大主播，那就是晚哥。不过这个头像，如果你也想和我去狙击晚哥，或者是想和晚哥玩，可以来咱们 LY 俱乐部，包括我也在里边，可以直接让你体验到队伍里有个电击小子和一个大主播的快乐。